又見面啦 ！Hello， 嗱，咁今次東方女神係決賽咯喎，唔知道有咩睇法咧？我覺得啲女仔咧，佢哋好吸利。然之後，我覺得其實我之前以為都可能差唔多 level， 但而家咧其實有幾個真係好好，即係進步咗好多。今晚亦又會見到佢哋嗰啲跳舞，即係好有好有魅力，係咪？咁其實喺個過程當中，我估到你都有睇佢哋嘅成長啦。有冇啲少少劇透可以話俾我哋知咧？但是現在還不講住是誰好誰不好，即我都要看那些評委怎樣講先。好，那好了，都跟我們講一下，不如你今晚這一身這麼漂亮的打扮吧，好不好？其實呢，今晚是我自己搞，不是有造型師帽的，是的，但化妝是有的，化妝是有，但是件衫是我自己去，我覺得這樣加在一起挺好看，這樣加在一起。是，那不如都跟我們再仔細一點講一下，咦，為什麼今天有這樣的打扮的？其實因為我那個 dress code 是 bling bling， 然後我覺得這裡 bling bling 挺好看，還有那些袖呢，我覺得有些 princess 這樣，好像東方女神的 feel。是不是自己都想帶頭，即有一點東方女神的 image 給大家看？原來這樣。好，那都不知道你接下來的工作上面有什麼的行程這樣呢？完了東方女神，我覺得我可能要休息一陣子。是啊，起碼都要，真的很貴。其實籌備東方女神真的很難，不是很簡單的事，但是我都覺得從這個妝學多一些經驗。經驗，明白。好啦，咁今晚係一個決賽啦，咁好明顯就係冠亞季會選出嘅。咁可唔可以都講少少？咦，當冠亞季選出之後啦，你又諗住咦點樣安排佢哋咧？咁我哋冠亞季選咗之後咧，有拍攝電影，然之後咧有好多 event， 咁樣其實有幾個都係學生，佢哋仲未畢業，咁都係等埋佢哋畢業。就係睇下佢哋想點樣，係啊。咦，咁其實 Regina 都劇透咗佢哋年紀都比較年輕喎，係咪啊？有啲係19歲咁樣，但係有啲咧即係會大啲啲。但我覺得年紀唔係好緊要嘅嘢咯。你只係想睇佢哋係咪適合你嘅明白。好，都希望今晚嘅決賽順順利利啦，同埋都好高興見到你啦 ，Regina，thank you。地多過添啊嚇！放呢度先啦嚇，仲有嚇咁多位。好，三位坐邊啲啊？你坐邊度？你坐三位。好，咁多位，我哋應該見過少少啲，係啦，中間啲。OK， 好，咁多位望望我嚇。有啊，我正。OK， 望曬咁多位，我聽台啊，可以。好。OK。